大爆炸不炸不知道，这几年娱乐圈里喜事不断，再加上亲子节目的爆红，各明星家的孩子也成了网友们八卦闲谈的点，而有的萌宝受关注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家爸爸妈妈。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娱乐圈的萌娃们。综艺大爆炸本期导师，林心如生女，小公举遗传父母优良基因，非常漂亮。女汉子变淑女，四岁甜心长发飘飘，嘟嘴卖萌。李小鹏晒全家福，二胎儿子正面首秀。夏天诺伊平安夜相聚，混血宝宝颜值高。首先呢，爆炸君先恭喜林心如和华哥，宝宝终于安全生下。和公布恋情一样，霍建华林心如的小宝宝带来的消息也来得有些突然，让大家有些猝不及防。虽然之前林心如已经宣布了停工待产，可毕竟预产期说好的是要到一月底，没想到就在六日夜晚，霍建华工作室官方微博就发出了一张小脚丫的照片，宣告小天使的提前降临。随后林心如工作室进一步确定宝宝是个小公举。据爆料，霍建华专门放下工作陪老婆生产，并且希望小公举能够像妈妈林心如多一些。Anyway， 不管是像霍建华还是林心如，小公举的颜值是不会低。更有网友评论，小公举简直就是睫毛姐和酒窝姐的扛把子啊。最后让我们再关怀一下仙剑团和还珠团单身团员们。先不说这个还没长大的女神，咱再聊一聊一个萌娃女神界的泥石流，哦不，清流贾云欣女士。你以为人家还是那个尿裤子啃脚趾的女汉子吗？才不是，昔日星爷大变身，变成小小的温婉女神。之前就有网友在微博晒出四岁甜心儿的照片，画面里的甜心儿原来稀少的头发变得长长的，披在肩上，还嘟着嘴卖起了萌，样子很可爱。由此看来，不管是女汉子星爷还是淑女甜心儿，都已经成为网友们心中铁定的百变女神了，人气甚至超过了妈妈李小璐和奶爸贾乃亮。不说了，看图感受淑女甜心儿卖萌的样子。在哪儿啊？啥？你想啥呀？把长生说哪儿了？大王，大王，叫我来巡山。大王，大王，叫我来巡山。大王，大王，叫我来巡山。大王，大王，他叫我来巡山。提到贾云欣，当然还要说一下奥利家。圣诞节的时候，李小鹏晒出一家四口的圣诞合影，照片中奥利还是原来大眼萌的淑女样子，而更吸引网友们目光的是李小鹏的二胎儿子，这也是奥利弟弟的正面照首度公开。照片中一家四口在圣诞树下幸福合影，李小鹏抱着女儿奥利，妻子李安琪抱着儿子，四人露出开心笑容，画面十分温馨。据悉李安琪、李小鹏是在2016年5月生下的小儿子，虽然奥利弟弟只有半岁还没长开，但是大致看来是像妈妈多一些，将来也会是个撩人的小鲜肉。网友们评论，李小鹏夫妇儿女双全，关键颜值还都那么高，太幸福了。说了爸爸回来了系列的萌娃，再来说一下爸爸去哪儿系萌娃。在爸爸去哪儿节目中比较特殊的两就是夏天和诺伊，他们都是混血儿，高颜值的混血儿。从节目播出的时候网友们就最萌他们俩，后来虽然节目结束了，但是经常有新闻爆出夏天和诺伊一起出来玩的新闻。12月24日平安夜的时候，刘烨和夏克立纷纷在微博中晒出两家平安夜聚会的照片，照片中还少见的看到了安娜陪着孩子们出境玩耍。此外除了诺伊和夏天，诺伊妹妹妮娜也有在哦。看着诺伊、妮娜和夏天一起玩耍，孩子们非常开心的样子，作为叔叔粉十分欣慰。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。未来的加油
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